小狗嘴巴的味道可以像一个礼拜没洗甚至可以立起来的袜子一样臭啊。众所周知，小宝是被我亲大的，不为别的，就为身上那一股子小狗味儿。但是他长大之后，画风开始逐渐奇怪起来了，他嘴里那个味儿啊，我真是受不了。他太喜欢给自己整点小零食了，路边的土啊沙子啊啥的全不放过，嘴里跟发酵了似的，给他刷牙就好像要谋害他，一点也不配合。所以我从那时候起开始每天给他吃疯狂小狗牙被进阶吃包。你们看，它是那种可以食用的气孔海绵牙刷，它可以很好的包裹到狗狗的牙齿，起到一个深入齿缝清洁牙齿的作用。真的吃了一个多月之后，现在小狗的嘴巴明显香多了。不说其他的，现在亲嘴是完全无压力，就算它到外面去刨土坑炫草根也没事儿。当然了，回家就是挨揍，挨揍之后来一根牙背镜。这个牙背镜呢，它原料中含有凝结牙孢杆菌成分，小狗口腔有异味呢，一般是因为牙缝残留物。而牙背镜呢，能够深入牙齿的边边角角打扫异物。奶黄包特别爱炫猫砂，所以它也一直在吃。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是太好用了。狗子不配合刷牙，或者像我一样真的懒得给狗子刷牙的，完全可以试一试。而且他们家现在还出了新的猕猴桃味儿，我前几天带小宝回老家的时候就随身带了好几只，以防他春天来了去炫外地美妞的粑粑。老母亲用心良苦不容易啊，大家呢也可以点击左下方根据你们的需求去购买。